家属这讲，自阮做囡仔，阮就知影，知影讲啊，伊个历史典故，离西元1661年啊，由这个郑成功诶高中啊，就是运粮官吼，等一季，这个渡海来台啊，带着一挂先民，由姓李的祖先吼，李姓三班公啊来迎请着人开基保生二代地。要讲阮客家吼，即嘛开始部落分寮啊吼来，都比如讲客家寮、中州寮吼，一寮一寮安尼一直开始，啊开始先人里啊做一个开垦，吼啊朱雀宫吼，就是以早是一间草寮啊，啊来供奉迎请过来的神尊，啊即嘛较道道朱雀宫真个所在，啊朱雀宫到今啊已经也有300多年的即个历史。啊，客家招白搭已经延续几百年，所以讲人咧讲百年香炉哦。客家朱雀宫这个招白搭当然当之无愧。客家13庄境内。总共有5庄的上江亭，每年举办上白搭的时阵，拢会使看到中社灯府元帅庙上江亭、金秀阁田龙馆上江亭、甲社师团金狮亭。那拄到四年一度的挂香年，才会使看到中州会祭宫上江亭，以及金湖五宝宫上江亭。上白搭的舞亭。虽然无亲像西港乡遐尔济，但是顶头的规矩依然保存着传统的形式，非常的难得。啊，这个顶头呢，会保存下来哦。因为祭典当中，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角色哦。比如说像谢姓师团，他就要负责这个持祭功、众神明哈、哦、入庙的时候的安坐。哦、不是只有保生二大帝哦，是其他神明的安坐也必须要靠这阵施政哦。啊，然后你像田龙馆的这个上江亭，伊也负责迄落去带亚江亭哦。这亚江是保生大帝的这个先锋官哦。啊，伊要起甲正正的，拢一定爱田龙馆的上江呢去集合宫去甲带路，带入来主祭宫分庙了后靠出发哦。啊，这个。中社的上江，哦啊，是伊是负责这个保生二代的这个护驾，哦啊，你像今年的挂香，我有看到，不只是中社的上江，哦连这中州的上江镇，哦啊个大阿头的这个上江镇，嘛拢是担任这个护驾的角色，哦啊所以每一个镇头伫这个。像白搭的祭典内底，拢有伊的角色。白搭的祭典当中，参与的庙宇神坛将近有8到10间，随行要紧的祭典非常的多。其中由细汉囡仔进行古装打扮的祭典，上界有特色。祭典伫清朝时代就已经出现，当时是用人工的，嘛用牛车做灯饰。即马拢是用大型的车辆进行改装，装扮的内容通常是参考着传说、历史的故事，也是小说当中的剧情做主题。借着幼路的手工以及五彩的光线，打造出美丽的布景，就亲像一个活动的大型舞台。然后由细汉囡仔打扮着故事当中的角色。伫上马进前，就甲车神同款，拢爱进行烧香化金的仪式。主角上马以后，伫沿途也着糖仔饼，祝福大家平安顺遂。每届拢会固定来参与上白搭，甲四年一届挂香压座的仪式，有下下白搭宫的罗车老东海，甲东汉顺庙。当地位八米多，中草人中龙宫胖车轮，
三角啊清波宫八仙过海，下口兴泰宫五虎并生加太子互让，后城信和宫贵主仪大阵乌凤仙，罗西甲八仙平，关内甲泰安宫的风神榜。真侪艺阁伫上白搭前一个月，透过画杯选择艺阁新堂。上白搭前几日，庙的信徒尽力将艺阁组起来，叫做组阁。上白搭当日，真侪家长抱着互囡仔会使得到新棉庇佑的寄望，早时就带着囡仔来艺阁的庙头前西装打扮。化妆的师傅也非常认真，将囡仔打扮好水当当。这个石白搭又分作两个无同款的项目，第一是年年办，每四冬会来办理一届香科，三工四年一道，三工的部分，伊这冬的就包括西学甲十三庄，外部落规个拢细着。学甲石白搭的价值，你会当看出十三庄的凝聚，所以讲这嘛是要记载。予咱代代的这个子孙会当了解吼，伊的祖吼来到倒一搭，啊，恁只是算第几代，所以讲这也是石白搭的一个主要伊的价值。第一天早起，夜光灯自集合宫出发，伫学甲国小进行集合了后，前往自济宫庙埕进行报道。报段了后，前往李岗啊，当地位，刷落来前往大湾溪洲过堡，经过草南，进入山寮，伫经过绿色隧道了后，来到下寮，然后对顶山寮经过新寮，倒转来学甲主祭宫，专程以学甲十三庄境内的南境为主要的要境范围，路程大约是24公里。你会当来看阮学甲的石白搭，伊个包括讲伊个顶头开路先锋，就是压杆，压杆的头前步兵、步马啊、兔丁，这行头前。压杆，由细庄的上杆来带着压杆一路往这个绕境的路线啊来进行。但呢，咱拢知影，伊规模非常的盛大，那影响到这个砖头嘛，非常的多，所有的这个南部地区附近的这个砖头呢，因的向心力拢凝聚在一起，那更加重要的是，因为这个石白搭的活动呢，保存了这个台南地区真侪传统的砖头，那其中比如讲像用人所耕的这个夜光灯啦，月果啦。或者是讲这个大挑，真侪这个
稀少稀有的顶头的，拢伫这个啊石碑台的这个顶头来咧做的。哦，所以不只是这个保存一个重要的这个科技甲仪式，啊，更加重要是因为啊这个石碑台的关系呢，保存了真济真济咱台南地区传统的顶头。第二天，各顶头陆续来到主祭宫报段了后，队伍前往提港、西平寮、学甲寮、大埔，再经大丰南天宫过报。特别的是，保生大帝升驾队伍会前往下那保生宫主港，再回第二天的香炉，继续对马友寮前往新丰、红卡、丁州。金湖一直到上界西北边的大头、北尾啊、地尾，反头会经过红溪港，再经古里港桥，经过德安寮，转来咱学甲主祭宫。整个范围以学甲十三庄境内的东北以及北顶为主，是三天内底香炉上界长的一天，路程大约有39公里。咱这道长先给伊种这个香案，啊，爱种香炉，啊，这个保生大帝上尾啊，伊的这个会叫吼，再来收这个香案，吼，啊，这个意义是安尼。学甲上白礁呢，刚好我们可以称它为台湾的整个历史文化的缩影。为什么？它从大概明清时期的时候，整个汉人的移民上来到整个台南地区进行开发的时候所形成的一个仪式，所以它非常重要。尤其它战后，它继承了整个台湾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改变。因为它从它阵头的改变，包括它从它阵头，从文武阵头的出现，一直到了我们最新的，比如说我们的采茶舞，然后到最新的一些，比如说电子巡花车曾经也都出现过。它从它阵头的变化，其实就是台湾的民间的所谓的庶民文化的一个缩影。另外一个从它祭典的改变，你看它从
树立了郑成功的纪念碑，到列祖列宗的仪式，它虽然保持了一个传统，可是它又呼应了整个社会政治跟时代的氛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传统。所以上白礁的整个历史文化，我认为它是既传统也是非常现代的，而且它不止的继承的传统的文化，它也重拾了让每个时代的记忆，或是每个时代最流行或是最重要的事情，都被透过仪式文化被印刻在这样子整整的一个上白礁的仪式当中。原则上甲每年上白搭同款，早时拢伫学甲境内，伫白搭宫自练了后，沿途经过中社、秀昌，来到中州地区，再前往新头港、甲旧头港，经过内湖、玉港，坐过北门，进入三寮湾，来到溪底寮、二丁港，最后经过西部，来到咱的白搭亭。伫白搭亭完成所有的仪式了后，则阁对中州倒转来学甲主祭宫，路程大约有33公里。客家上白搭吼有几个重要仪式啊吼，包括着因到白搭顶了后吼，会来邀做着这个大陆吼，这个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啊吼，这是一个饮水思源的一个象征啊吼，啊也
在这个仪式内底吼，因嘛会进行着请水吼，啊请火、请香吼，这个仪式吼，啊这伫台南地区来讲是一个将军买马的一个添宝平日的一个仪式啊吼，啊这也象征着因来对祖庙吼啊来进行这个灵力的传承呐，吼这是上白搭的一个仪式上的意义啦吼。如果纯粹是登录做文化资产，这是无意义的啊，因为这就变成是鼓励性质啦。咱唔盲讲登录文化资产以后呢，咱根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十二条吼，就是讲保存单位呢还是讲主管机关，伊必须爱甲这个文化资产的内容落实一个教育的管道，予咱的下一辈了解讲妈祖信仰是啥货啊，客家先爱唱袂打，啊无代无二先爱要甲王祖烧掉。你若无甲解说的话，伊甲这个文化资产的意思无关联。好、哦、啊，然后呢，咱根据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法三十四条的规定呢，这个主管机关呢，伊必须爱负起着这个保存维护的这个计划。学甲上白礁被登录为国家的重要民俗，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啊。第一个是，它保持自己聚落的一个传统聚落的村庄动员的一种形式跟方法，我觉得它一直维持了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第二个是它同时，我觉得它很重要很重要，可是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就是说它的仪式其实记忆了台湾的每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的脉络跟痕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哈，你不管它从它的各式各样的仪式阵头里面，不管存在或是曾经存在消失了，或者是现在还在传言的，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方式。然后第三个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区域动员，然后高度动员，然后大家每年反复去做这件事情的一种所谓的影响社会生活，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虽然也不同的时代都有人想要把手伸进来，可是这一群人很顽强的，几百年来都周而复始反复的去做一个他对于保生信仰、保生大地信仰最重要的一个实践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也是他可以成为国家文化资产或成为台湾重要民俗的一个代表，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理由。以一个阵头的参与者以及研究者这个角色和立场来看学甲慈济宫的这些阵头跟义阁，我觉得其实跟其他地方的阵头义阁是一样的哈，只要是村庄是信徒自己去主练的，我觉得都是传统，然后都有保存的那个必要性。但是保存并不是一成不变，因为民间信仰可爱的地方就是说，它会随着社会的变迁，然后时代的推进，它不断的会有新的东西进来，会不断的做滚动式的自我修正，来因应时代的需求，然后来符合更现代化的这个环境。那以学甲来讲，曾经渗透不管是稳的还是武的或是义的保存了很多，那有一阵子渐渐的消失，那消失呢可能是因为街市化的结果，工商业更繁荣的结果，也可能是因为人们的这个信仰心态的转变，或者是乡村的人口外流 的问题太严重，或者是现在的话就经常会面临到所谓少子化的问题、高龄化的问题等等，那这些客观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到传统文物阵头的保存。
咱前路较早吼，较早人讲三月十一到吼，所以我知影有参拜有钓的吼。哦，迄阵啊，拢要等伊哦，啊，我上房顶嘛，等几落摆来，几落门上房顶啦。迄阵啊，啊，较早都有人咧讲笑讲，台中的上房顶，凡啊上房顶哦。拢唔惊走的，人家去的所在，拢伊拢伊来上门去落去哦。哦，迄阵啊，若出去哦，大家拢看了甲行路啊，甲意志甲强啊，大家甲强，所以讲在咱们上门去，唔惊累，唔惊穿，人唔敢去的所在，拢去用工人工迄落安尼啊。少子化的关系，所以好像年轻人参与的意愿其实并不多。那我们其实保持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我们把庙不要把它当作是庙，让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在童年的时候有童年的回忆，像是在庙口玩耍，或者是在庙口看热闹，或是在庙里的种种种，我们从小去培养他。我不太会想说他一定要来认识保生大帝，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久了，他其实慢慢的就可能会心有所感，或是对这个信仰有认同。